大家好，咱们今天接着来共同欣赏这个第31回的《三国演义》。曹操仓亭破本初，玄德荆州一刘表。却说曹操趁袁绍之败，整顿军马，依礼就是缓刑啊，追袭袁绍，府金单衣银800余骑。奔至黎阳北岸，大将蒋义渠出寨迎接。绍以前事诉与义渠，义渠乃招谕离散之众。众闻绍在，又皆已惧，就回来了。军士赴阵，一环一周。军行至次，夜叙荒山，绍于帐中，闻远远有哭声。遂思往听之，却是败军相聚，诉说丧兄失弟、弃伴亡亲之苦，个个捶胸大哭，皆曰：“若听田丰之言，我等怎遭此祸？”绍大悔曰：“吾不听田丰之言，兵败将亡，今回去有何面目见之耶？”次日上马，正行间，冯骥引军来接。绍对冯骥曰：“吾不听田丰之言，致有此败。吾今归去，休见此人。”冯骥因赠曰：“这个赠呢，就是那个诽谤啊，说坏话。”封在狱中，闻主公兵败，抚掌大笑曰：“果不出吾之料。”袁绍大怒曰：“庶如，就庶子，怎敢笑我？我必杀之。”遂命使者寄宝剑，先往益州。狱中杀田丰。讲到这儿呢，我要表示一下感谢啊，就是咱们这个说三国这个节目啊，这个在这个 B 站基本上就算是被彻底限流了。我看了一下都不动啊，基本顶天一个两个听，这很不正常。虽然说我在 B 站也没有什么多少观众，但是呢，你看他那个流量的跟这个咱们。这里对比一下就知道，那差距还是很大的。那就是感谢咱们海外这些朋友们，啊，还能够，愿意听我在这儿絮叨，那这个说实话，中国传统文化是联系这个咱们华人的一个血脉。为什么，这个中国人喜欢，还能愿意做中国人，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。把咱们联系在一起，别的那都是扯淡啊。好，咱们接着讲啊。却说田丰在狱中，一日，玉帝来见，丰曰：“于别驾贺喜。”丰曰：“何喜可贺？”玉帝曰：“袁将军大败而回，君必见重矣。”丰笑矣，喜曰：“吾今死矣。”玉帝问曰：“人皆为君喜，君何言死也？”丰曰：“袁将军外宽而内忌，不念忠诚，若胜而喜，犹能赦我。今战败者休，勿不往生意。”玉帝未信，呼使者即见之，传袁绍命，欲取田丰之首。玉帝奉疾，丰曰：“吾固之必死也。”玉帝皆流泪。丰曰：“大丈夫生于天地间，不识其主而视之，是无志也。今日受死，夫何足惜？”乃自刎于狱中。后人有诗曰：“昨朝沮授金中师，今日田丰狱内亡。河北栋梁皆折断，本初焉不丧家邦。”就是这么回事啊。那个主子，那只听那个愿意听的话啊，不愿意听的话呢，不合自己意的，一概不听。最后被长期洗脑，洗得跟那个。那帮那个家奴其实没什么区别，大家都一样了。这就是有一些国师啊，所谓的国师啊，不停的，哎，你主子不愿意听的话吗？我就跟你说，说到最后呢，反正大家都信了。田丰就是从上到下都死啊，就是他这个洗脑的过程啊，就是从上到下。即死，闻者皆为叹息。袁绍回益州，心烦意乱。不理政事，其妻刘氏劝立后嗣，绍所生三子，长子袁谭，字显思，
出守青州，次子袁熙字显义，出守幽州，三子袁尚字显甫，是少后期刘氏所出，生得形貌俊美，少甚爱之，因此留在身边。自官渡兵败之后，刘氏劝立尚为后嗣，少乃与沈佩、冯骥、辛平、郭图这四个人呢、啊、这郭图也是就是编瞎话编谎话害人的啊。这个冯骥呢也差不多。原来沈冯二人相辅袁尚，辛郭二人相辅袁谭，四人各为其主，当下袁绍为四人曰：今外患未息，内事不可不早定，吾将屹立后嗣。长子谭为人性格好杀，次子熙为人柔弱难成，三子尚有英雄之表，礼贤敬士，吾欲立之，功能之意若何？郭图曰：三子之中，谭为长，今又居外，主公若废长立幼，则此则乱盟也。君今威少挫，敌兵压境，岂可父使父子兄弟自相争乱耶？主公切理会拒敌之策，立嗣之事勿容多议。袁绍踌躇未决，忽报袁熙引兵六万自幽州来，袁谭引兵五万自青州来，外甥高干引兵五万自并州来，各至益州助战。绍喜，再整人马来战曹操。时操引得胜之兵陈立于河，就是这黄河呀、啊，有土人丹氏胡江，丹氏胡江什么呢？就是用丹呢，老百姓用丹盛饭，用胡盛汤来欢迎自己拥戴的军队，以迎之。操见父老数人须发皆白，乃命入帐中赐坐，问之曰：“老丈多少年纪？”答曰：“接近百岁矣。”操曰：“吾军师惊扰汝乡，吾甚不安。”父老曰：“桓帝时有黄星，就土星啊，见于楚宋之分，辽东人殷墟善晓天文，夜宿于此，对老汉等言：黄星见于前相，就天相，正照此见，后五十年当有真人起于良配之间，真命天子。今以年计之，整整五十年。原本初，重敛于民呢、啊，就加税呀、啊。民皆厌之，丞相兴仁义之兵，调民伐罪。官渡一战，破袁绍百万之众，正应当时殷墟之言。赵民就百姓渴望太平矣。操笑曰：“何敢当老丈所言？”遂取酒食，卷囊赐老人而遣之。号令三军：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，如杀人之罪。于是军民振服，操亦心中暗喜。人报袁绍据四州之兵得二三十万，闲置仓井下寨。操提兵前进，下寨已定。次日两军相对，各部成阵势。操引诸将出阵，绍亦引三子一胜外甥及门关武将出到阵前。操曰：“本初计穷力尽，何尚不思投降？只待刀临项上，悔无及意。”绍大怒，回顾众将曰：“谁敢出马？”袁尚欲与腹前逞能，便无双刀，飞马出阵，来往奔驰。操只问众将曰：“此何人？”有使者答曰：“此袁绍三子袁尚也。”言未毕，一将挺枪走出，操视之，乃徐晃部将史涣也。两骑相交不三合，尚拨马刺斜而走。史涣赶来，袁尚拈弓搭箭，翻身背射，正中史涣左目，堕马而死。他还这袁尚还有点本事。袁绍见子得胜，挥鞭一指，大队人马拥将过来，混战大杀一场，各鸣金收军而还债。操与诸将商议破绍之策，程昱县十面埋伏之计，劝操退军于河上，伏兵十队，诱绍追至河上，我军无退路，必将死战。可胜绍意，操燃其计，左右各分五队，左一队夏侯惇，二队张辽，三队李典，四队乐进，五队夏侯渊，右一队曹洪，二队张合，三队徐晃，四队于禁。
五队高览，中军许褚为先锋，次日十队先进，埋伏左右已定，至半夜，操令许褚引兵前进，委座劫寨之事。袁绍五寨人马一齐聚起，许褚回军便走，袁绍引军赶来，喊声不绝，比翼天鸣，赶至河上，曹军无去路，操大呼曰：“前无去路，诸军何不死战？”众军回身奋力向前，许褚飞马当先，力斩十数将，援军大乱。袁绍退军急回，背后曹军赶来，正行间，一声鼓响，左边夏侯渊，右边高览，两军杀出，袁绍聚三子一上，死冲血路奔走，又行了数里，左边跃进，右边于禁杀出，杀的援军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又行不到数里，左边李典，右边西黄，两军截杀一阵。袁绍父子胆颤心惊，奔入旧寨，令三军造饭，方欲待食，左边张辽，右边张合，竟来冲寨。绍慌上马，前奔仓亭，人马困乏，欲待歇息，后面曹军赶来，袁绍舍命而走，正行之见，右边曹洪，左边夏侯惇挡了去路。绍大呼曰：“若不决死战，必为所擒矣！”奋力冲突，得脱重围。他现在身边的这些马仔们都是自己的亲戚了，那还不如以前。袁熙、高览都皆被箭伤，军马死亡殆尽。绍抱三子痛哭一场，不觉昏倒，众人急救，绍口吐鲜血不止，叹曰：“我自力战数十场，不遇今日狼狈之死，此天丧吾也！汝等各回本州，誓与曹贼一决雌雄。”便叫新平国土火急随袁谭前往青州整顿。恐曹操犯境，令袁熙扔回幽州，高干扔回滨州，各去收人马，以备调用。袁绍引袁尚等人入益州养病，令尚与沈佩、冯骥斩掌军事。却说曹操自仓亭大胜，重赏三军，令人探查益州虚实。细作回报，绍卧病在床，袁尚、沈佩谨守城池，袁谭、袁熙、高览皆回本州。众皆劝操即攻之。操曰：“益州粮食极广，沈佩又有计谋，未可击拔。现今禾稼在田，恐废民业。孤待秋成后取之未晚。”正义间，忽荀彧又说道：“报说刘备在汝南得刘濞公都数万之众，闻丞相提军出征河北，乃令刘濞守汝南，备亲自引兵，趁虚来攻许仓，丞相可速回军御之。”操大惊，刘曹洪屯兵河上，虚张声势。操自提大兵往汝南来迎刘备。却说玄德以关张赵云等引兵御袭许都，行进壤山地面，正遇曹兵杀来。玄德便于壤山下寨，军分三队：云长屯兵于东南角上，张飞屯兵西南角，玄德与赵云于正南立寨。曹操兵至，玄德鼓噪而出，操不成阵势，叫玄德搭话。玄德出马于门旗下，操以鞭指骂曰：“吾待汝为上宾，如何背义忘恩？”玄德曰：“汝托名汉相，实为国贼，吾乃汉室宗亲，奉天子密诏来讨反贼。”遂马上朗诵衣带诏，操大怒，叫许褚出战。玄德背后赵云挺枪出马，二将相刀三十合，不分胜负。忽然喊声大震，东南角云长冲突而来，西南角张飞引军冲突而来，三处一起掩杀。曹军远来疲困，不能抵挡，大败而走。玄德得胜回营。次日又使赵云诺战，操兵旬日不出，玄德再使张飞诺战，操兵亦不出。玄德亦疑，忽报公都运粮至，被曹军围住。玄德急令张飞去救，忽又报夏侯惇引军抄背后，竟取汝南。玄德大惊曰：“若如此，我前后受敌，无所归意，急遣云长救之。”两军皆去。不一日，飞马大报，夏侯惇已打破汝南，刘濞弃城而走，云长现今被围。玄德大惊，又报张飞去救公都也被围住了。
玄德急于回兵，又恐操兵后袭，忽报在外徐闯恶战，玄德不敢出战。后至天黑，叫军士饱餐，步军先起，马军后随，寨中虚臣更点，玄德等离寨约行数里，转过土山，火把齐鸣，山头上大呼曰：“休教早刘备！”丞相在此专等，玄德惶恽走路。赵云曰：“主公勿忧，待跟某来。”赵云挺枪跃马，杀开条路。玄德请双股剑后随，正战间，许褚追至，与赵云力战。背后于禁、李典又到，玄德见示威，落荒而走。听得背后喊声渐远，玄德望深山壁路，单马逃生。挨到天明，侧手一镖军出，玄德大惊，视之乃刘辟引败军千以计，护送玄德家小来前来。这个刘辟啊，如果是看小说书啊，包括听这个评书啊，都被提到这个人。孙乾、简雍、糜芳亦至，诉说夏侯惇军事甚锐，因此弃城而走。曹兵赶来，幸得云长挡住，因此得脱。玄德曰：“不知云长今在何处？”刘辟曰：“将军且行。”且在理会。行到数里，一棒鼓响，前面涌出一彪人马，当先大将乃张合，大叫：“刘备快下马受降！”玄德方欲退后，只见山头上红旗摩动，义军从山屋内涌出，为首大将乃高览也。玄德两头无路，仰天大呼曰：“天何使我受此窘极耶？事事至此，不如就死，欲拔剑自刎。”刘辟即止之曰：“荣某死战，夺路救军。”言讫便来与高览交锋，战不三合，被高览一刀砍于马下，刘辟就这么完了。玄德正慌，方欲自战，高览后军忽然自乱，一将冲阵来，枪起处，高览翻身落马，视之乃赵云也。玄德大喜，云纵马挺枪，杀散后退，又来前军独占张合，合与云战30余合，拨马败走。这就看出实力了啊！这个张合跟许褚还比不了啊！云趁势冲杀，却被合兵守住山脉，路窄不得出。正夺路间，只见云长、关平、周仓引300军到，两相相攻，杀退张合，各出隘口，占住山险下寨。却说玄德使云长寻觅张飞，原来张飞去救公都，公都已被夏侯渊所杀。飞奋力杀退夏侯渊，依里赶去，却被乐进引军围住。云长路逢败军，寻踪而去，杀退乐进，与飞同回见玄德。人报曹军大队赶来，玄德叫孙乾等保护老小先行。玄德以关张赵云在后，且战且走。操见玄德去远，收军不敢。玄德败军不满1000，狼狈而奔。前至益江，唤土人问之，乃汉江也。玄德权且安营，土人支持玄德，奉献洋酒，乃聚饮于沙滩之上。玄德叹曰：“诸军皆有王所之才，不幸跟随刘备，备之命窘，累及诸军，今日身无力追，诚恐有误诸军。君等何不弃备而投明主，以取功名乎？”众皆掩面而哭。云长曰：“兄言差矣，昔日高祖与项羽争天下，数败于羽，后九里山一战成功，而开400年基业，胜负兵家之长，何可自毁？”毁呀，就是自我毁坏啊，何可自毁？其志。孙乾曰：“成败有时，不可丧志。此离荆州不远，刘景升坐镇九郡，兵强粮足，耿切于公皆汉室宗亲，何不往投之？”玄德曰：“但恐不容耳。”乾曰：“谋愿先往说之，使景升出境而迎主公。”玄德大喜，便令孙乾星夜前往荆州。到郡入见刘表，礼毕刘表问曰：“公从玄德何故至此？”乾曰：“刘使君天下雄行，虽兵微将寡，而至欲匡扶社稷。汝南刘辟公都素无亲故，亦以死报之。明公与使君同为汉室之胄，今使君新败，欲往江东投孙仲谋。”前谏言曰，就是月份往言呢、啊。
表谦，就是表这个那个礼貌的说法，不可背亲而相疏。荆州刘将军礼贤下士，是归之如水之头东，何况同宗乎？因此，使君特使前先来拜白，违命，公命之。这个刘备手下这几人那都是很能忽悠的。表大喜曰：“玄德，吾弟也久欲相会而不可得，今肯会故，实为幸甚。蔡瑁赠呢，就是说坏话，这个经常用这个词儿啊。曰不可，刘备先从吕布，后事曹操，尽投袁绍，皆不克中，就没好结果。足可见其为人。今若纳之，曹操必加兵于我，妄动干戈，不如斩孙乾之首，以献曹操，操必重待主公也。”这个谁？就是他这个亲戚这个蔡瑁啊，那是绝对是向着曹操啊。孙乾正色曰：“谦非惧死之人，刘使君忠心为国，非曹操、袁绍、吕布等比，前此相从，不得已也。”就是说到这儿呢，想起来最近那个斯洛伐克总理遇刺，那这个斯洛伐克总理呢，那是，他是这个偏左的啊，他是不支持继续支援乌克兰，结果呢？被这个右翼的一个70多岁的老头连开了5枪，至今呢生命垂危。这个就是说，有向左，有向右，这个都很正常了。但是不要说瞎话啊，骗人说瞎话，这个是太可怕了。有一句话啊，我总结：墙内洗脑，墙外骗。你看这个墙外呢，你比如说，我举几个例子啊，你比如说老登啊、陈破空啊这些人呢、啊。纯粹是靠着骗流量，啊，这个就编瞎话，那个骗流量，我就劝大家少听为妙啊！听他们呢，那90%都是编的，都假的。所以这个什么呢？主流媒体为准。啊，你比如说大媒体，CNN 呢，ABC 呀、那个这样的主流媒体是比较准确的。因为 BBC 也是可以的。这个千万不要听这些华人，这些天这太那什么了。你要听多了，这也是一种变相洗脑，很糟糕的。扯远了。吾乃这个刘表闻言，乃斥蔡瑁曰：“吾主意已定，汝勿多言。”蔡瑁惭恨而出。刘表遂命孙乾先往报玄德，一面亲自出郭30里迎接，还有呢，就是法轮功媒体啊，我觉得也是非常不好。你听多了法轮功媒体啊，你会情绪非常的受压抑的。他那个报道那也都是一面之词。那你说国内呢，更不用，国内你干脆也不用听，国内新闻你也不用听，你就是像我说的主流媒体啊，那你说都是英文的，那也没关系，就是还有一些不是英文的嘛，还有一些变相的方法，可它变成中文听。总之。那你看，而且大陆呢，国内它没有封禁，它对于像 CNN 呐、ABC 这些媒体，它还让你听，让你看。蔡瑁惭恨而出，刘表遂命孙乾先往报玄德，一面亲自出郭30里迎接。玄德见表，执礼甚恭，表亦相待甚厚。玄德引关张等拜见刘表，表遂与玄德等同入荆州，分拨院宅居住。就说曹操探知玄德已往荆州投奔刘表，便欲引兵攻之。陈馀曰：“袁绍未除，而聚攻荆襄，倘袁绍从北而进，胜负未可知矣。不如还兵许都，养精蓄锐，待来年春暖，然后引兵先破袁绍，后取荆襄南北之利，一举可收也。”操然其言，遂提兵回许都。这曹操呢？最大特点呢，他就是谋事出主意，他做选择，那个基本上他都是这个都能听啊，好的主意他都听，
他手下这几个人呢，我觉着啊，目前为止贾诩还没怎么出场。那像那个荀彧、荀攸啊，这俩人，再加程昱啊，这三个人呢、啊，那都是最主要的谋士，还有那个刘烨。所以说，郭嘉也其实到目前为止，你看他也没出什么主意。至建安七年春正月，操父商议兴兵，先差夏侯惇、满宠镇守汝南，以拒刘表，留曹仁、荀彧守徐都，亲统大军前赴官渡屯扎。却说袁绍自旧睡感冒，吐血正喉，吐了血了。金方稍欲商议，欲攻许都，就这个还要打呢。沈佩谏曰：“旧睡官渡，苍亭之败，军心未振，上当升沟高垒，以养军民之力。”正义间忽报：“曹操进兵官渡，来攻宜州。”绍曰：“若后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然后拒敌，是以迟矣。吾当赐令大军出营。”袁尚曰：“父亲病体未痊，不可远征，而愿提兵前去迎敌。”绍许之，遂使人往青州取袁谭，幽州取袁熙，滨州取高干，四路同破曹操。正是才向汝南鸣战鼓，又从以北动征鼓，未知胜负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